我现在吃什么？现在吃 Maltese 猪肉跟那个狗饼干。猪肉狗饼啊？嗯，对，还有 carrot。 很厚厚的刀。最近有没有换刀？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前。Let's hold the backside。有没有什么？See any rashes？ 啊，没有，只是换牙膏而已。Any rashes？哦，那个是几时？牙膏是最近三天，他的旧的完了，我换新的 brand 给他。嗯，够了。三天了，是吗？嗯。Check the anus. Tail up again. 肥皂呢？肥皂没有。Very bad, you see. 全部都没换到。后面还。啊，只是我女儿的屋子，她刚刚装修好啊，然后她。 去那边跑来跑去，不懂有没有意思。嗯。OK，turn upside down。你转过来啊，来，turn upside down，hold the bag 啊 1, 2, 3 OK，good。Complain about this rashes 啊。OK，你们有没有预防皮肤虫啊？对。嗯，他每天有打针，不过我不懂他打的是什么针。OK。嗯。那预防针来说？啊，预防针。这个很久了是吗？啊，这个很久了。 armpit，其实armpit。 OK， 这个皮肤问题哦，我们担心几个。armpit。嗯哼。一个就是敏感。对，是armpit。OK。所以食物敏感，肥皂敏感。敏感肥皂。敏感。OK。一般肥皂。这个就是我女儿有，她刚刚搬家，然后用那个地板肥皂，跟我家里的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是不一样的。啊，它有 oxy 的，它的地板肥皂会太强。不是讲肮脏的，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他们是比较敏感。 OK，所以由于它的下面是比较严重，所以我们想的是它的躺的地方有问题，就是说它的床，OK，它的地板肥皂，嗯哼，如果有 buffer，OK， 它躺的地方是比较硬，OK， 它因为也有装修哦，它是比较多灰尘，OK，有时候会翻来倒。 嗯，那装修是好了，不过只是他最近用那个地板肥皂嘛，怕了他就变成这样。嗯，我也是怀疑那个地板肥皂的。好，OK， 这样如果我们知道的原因，OK，这个我们是可以医，OK，我们是给他消炎药，OK，止痒药，不用了，OK，这两秒，OK， 如果他这一次过已经好了，OK， 那个地板肥皂是换回去的，如果可以的话。 不然的话，我们不懂他是不是敏感。OK，因为现在我们要找这些药，我们是可以给。OK，给了他会好。OK，问题就是啊，如果 OK，问题就是如果。